是我的收入很多，经典案例，但是经典案例你们做了吗？现在没有，把传统变数位，很简单，传统变数位。那传统在哪里？我们下一次什么？没有，我们下一次是传统，就像穿衣服一样。如果能穿了一个，今天你要去参加的舞会，你就偏偏穿了一个膝盖装去，应该是不会飘的。对，穿了一个超级重要，一定要设计一下，一定要设计一下。网上有很多工具，有很多工具专门在设计这个很便宜的一个服饰。啊，在我在设计的时候要设计多大？一个很多，因为难上加值。所以你一开始要设计一个很小，慢慢让它这个规格，它上面这个按下去的规格，它的规格很小，72×72。你要做这个小，你就发现是很大。如果商家要有一个什么规格，要再做一个规格，所以你一开始就做一个大一点，到时候可能直接说72×72。做一个大，你要记得做一个大，不要弄成小。我刚刚所刚提到，它对照用来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做出来。那公司网站呢？直接直接串过去。我讲串过去就是把别人的网站内容直接拿到 APP 来用。所以，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啊，比如说看到一句话，一亿两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做一个代谢主题，代谢主题找出了，哇，天哪，竟然有10个部落客。做的内容都很大，你可以怎么做？你只要把他的后台设置拉进来，后台设定一个加进来，这时候他的文章就会在你的页面出现。10个人全部都要出现哦，自动出现，要10分钟出现，所以你要自己写文章，不需要。但是你用他的文章，如果它的是全文模式，因为它是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全文模式，一种就是摘要模式。如果你装进来是一个摘要模式，基本上没有，只可以点下去，让它文章上去，它过不去。但是它的全文模式，直接把所有内容都拉进来，然后就有可能会发现，他说你怎么可以用我的文章来冒你的内容？个人内容那是不够个人。所以特别用这个功能，所以 RSS 呢，它是一个你发现一个方法，就是 DM 啊，或者 Webless 啊，都可以看到，全部都可以用。你只要会这几个，全部就可以做。你要不要去花钱一个用？那这个领域法在哪里呢？如果找不到这个 RSS 呢，我搜索一下，比如说 Google 里面搜索 Business RSS， 你会找到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严谨呢，我们就可以在，比如说，在各位的